给他一只就好了，不要浪费的，这样就好，不要了，不要浪费，都是钱。所以说你也不要塑胶袋，那也是钱。好，妈，我刚刚很想叫他拿筷子直接吃，我怕他被他骂。等下就可以先吃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阿伟，你直接冲线啦。